如何把苦用于修道？如果有人将斩下我的头，即使我没有丝毫的过错，透过悲心的力量担负他所有的恶业，乃是菩萨的修行。如果某个人把我碎尸万段，愿我没有丝毫的恼怒，而立即披上忍辱的铠甲。经过心智仁波切的开示啊，讲得很好啊。这个我只是一个念头，一个感受，一个念头，天生不具有任何的实体、形状和颜色。举例来说，当强烈的嗔恨感受在心中升起时，你想去打斗或者去毁灭某一个人，那么是这个嗔恨的念头握着武器吗？他能够率领一支军队吗？他能够像火焰一样烧伤任何人吗？像石头一样压垮他们，或像一条猛烈的湍急的河流把他们带走吗？不能。如同其他的念头或感受，嗔恨不具有真实的存在，它甚至无法在你身口意的任何部位找到，它如虚空中的风。与其让这种狂野的念头决定你的行为，不如去检视他们本具的空性。举例来说，你或许发现自己突然和某个你认为会伤害你的人面对面，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因此升起。一旦你了解那个人对你只有良善的意图，你的恐惧就会消失，它只是一个念头。同样的，即使你已经花了许多生生世世的时间来相信这个我的真实性，但是一旦你了解这个我没有本具的存在，你的信念就会轻易的消失。如果你没有觉察到我的真实本质，这个我的想法就具有左右你的力量。没有了有一个自我存在的信念，嗔恨、贪欲、恐惧等情绪就无法再升起。检视伤害的本质，它是无法抓取的，如同在水面上画画一般。当你真正体验到这一点，嗔恨会自行消失。一旦念头的巨浪平息，一切都变得如虚空一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也没有什么可以获得。我仅仅是你赋予短暂结合之概念的标签，以及你对生与欲的执着。我不是一个如诸佛之法身本质那般究竟永恒不灭的真谛。应用任何修行法门来消融我这个概念，以及伴随我而来的自私发心，即使你在一开始没有成功，也要继续尝试，就是应用任何法门来消融这个我的概念。消融我的概念法门很多，一旦我们形成定界以后，你就要长期的观修，不要得少为主，不要说哦我懂了啊，你懂了离做到还差得太远啊，你懂了以后这个时候正好用功啊。懂了以后啊，你要长期的观修，
每一次打坐你都要花一点时间来观无我啊，先观无我，然后再去发菩提心啊，然后呢再来做念诵啊，回向的时候也可以观一下无我再回向啊，这样就双人体空的回向是吧，或者正在修法的时候也可以观一下无我然后才来做念诵啊，那是不一样的哈，观修无我以后再来做念诵，那个没有观修完全意义是不一样的，无我了以后你是用你的心性来念诵是吧，跟诸佛菩萨就相应了，特别是遇到逆境的时候，遇到伤害的时候，更是需要来观修无我了。嗯，昨天就是讲这个苦，遇到苦的时候，有人斩下你的头，有人把你粉身碎骨，同样还可以观修无我，说明这个我根本就不存在。你粉身碎骨了，心相续啊，都没有断灭，这个身体也不是我。心相续呢也在变，找不到我的何处。第三，如何把悔用于修道，就是世间八法嘛哈。第三个是悔，即使有人用各种难听的话贬损我，并且呢在千万个世界到处张扬，出于慈悲我赞美这个人的功德，那是菩萨的修行。如果有人诽谤你、贬损你，那仅仅是你在过去批评、侮辱过其他人，尤其是批评、侮辱菩萨的结果，以及对于这种人感到愤怒。相反的，你应该感谢他们给予你机会来清净过去的错误行为。啊，不仅清净了错误的行为，还清净了你的罪业。那业清净了以后呢，就不会受痛苦的果报。啊，重要的是在所有的情况下你都要如实的依照教法来行止，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应用教法，那么领受教法有什么意义呢？遭遇逆缘是你把教法付诸实修的最佳机会。佛陀呀真是太伟大了啊，他教给了我们怎么样不受痛苦的方法，教会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暂时的安乐和就近的解脱的方法。我们要发愿，打死我也不再干坏事啊，不再去伤害众生，因为这都是自作自受啊。其实你也伤害不到众生，是他自己伤害了自己，就像你伤害佛一样，你是伤害不到。我昨天一直在告诉你，当你要伤害众生的时候，你只是诱发了他自己的嗔恨的种子或者贪欲的种子，是因为他的六根呢、接触到了你的诱惑，引发了他的业习种子，他的烦恼睡眠呢、被你的对境给引发，然后呢非礼作揖，他的非礼作揖让他自己受到伤害，不是你伤害到他了啊，你只能伤害到你自己。这个要认清楚了以后，那再也没人去干坏事了是吧，你傻瓜了是不是、你就伤害自己，就像我昨天说的拿个刀啊自己往身上戳到处戳，那这就是傻瓜啊。地狱的众生就是这样，其实就是拿刀自己在砍自己啊。没有哪个傻瓜会自己伤害自己的，但是我们呢都是这样的傻瓜，是不是啊，我们曾经都是这样的傻瓜啊，天天伤害自己。没有人伤害你啊，任何众生都伤害不到你，因为一切唯心造啊，一切的伤害都是你自己的心造的，他怎么能伤害到你呢？有一次在拉布伦斯，有一个清白的僧侣被指责是偷盗，一只金碟子的窃贼，他去见寺院的主持，并问主持道：“我没有犯错，我应该怎么做？”就是建议他接受指责，供茶给所有的僧侣，你终将被证明清白无辜。那只是他的不狡辩啊，他就接受指责。僧侣照着住持的建议做了啊。那天晚上，他拥有了许多吉祥的梦兆。这多好，修安忍啊！他接受指责，并且供茶给所有的僧侣。大家都认为他做了，所有的人都加持他啊。真的会这样啊？他没做，那是更吉祥了，是吧？没有做大家还给他一份加持，
这是最好的事了，再好不过的事情。他既没有罪，又被大家加持了一下，大家都认为他有罪嘛。所以他有许多吉祥的梦兆，表示他整个人被清净了。之后不久，遗失的金碟子也被找到了。那名僧侣洗刷了冤屈，住持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做了一个结论：这才是正确的行为方式。他被洗刷了冤屈以后啊，那所有的僧侣啊，又强烈的加持他。为什么呢？对他生起了更强烈的随喜心。大家都会心生欢喜，他不仅呢受到了大家的加持，同时其实也加持了大家，大家的修行都有进步了啊，大家的修行呢都提升了，这件事情做得太漂亮了啊，他让所有的僧侣都得到了提升啊，他自己呢进步更快更大，是吧？他自己的业消的最多，所以他进步最大啊。修行其实没有什么高低，就是看谁越消得快消得多，是吧？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因此你要记得啊，不论你拥有美誉或者声名狼藉，它完全不具有任何客观的真实性，不值得你去在意啊，不是客观存在的啊，没有什么真实性。过去伟大的上师从不为了这种事情而烦恼，他们总是用仁慈忍辱来响应诽谤啊，诽谤正好可以消他的业啊，他完全接受哈、啊，一丝一毫的拒绝反感的心态都没有啊，不光行为上完全接受，并且内心深处也接受诽谤他，他是欢喜啊。孔子不是也说吗？闻过则喜啊。你看儒家文化也是这么说的，人家说他的过失很高兴，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朗日唐巴正是如此的上师，他在禅修的洞穴一带曾有一对夫妻所生的孩子，总是在婴儿时期夭折。有一次他们又怀上另外一个孩子，孩子尚未出生之前呢，他们前去请教一个传神谕的人。那个神使说，神的差使就说呀，只有他们声称孩子是一个上师的指示，孩子才能活下来。因此呢，妻子带着男婴前往洞穴，把男婴放在朗日唐巴面前说，这是你的儿子，然后就离开了。朗日唐巴对此呢未知一词，对这个一句话都没有辩驳，只要求他认识的一名虔诚的妇女来补位照料孩子。哎，这跟中国的故事一样的啊，中国也有这样的故事，照料孩子。可以肯定的是，朗日唐巴呢身为僧侣却生养了一个孩子的闲话满天飞啊。几年之后呢，男孩子的父母带着大量的供养而来，充满恭敬地对朗日唐巴说，请原谅我们，虽然你一点过失也没有，但我们却让不利于你的谣言四处传播，这个孩子能够活下来全是因为你的慈悲啊。这是考验朗日唐巴了，这是神使说的话，他说你要说是一个上师的孩子，孩子才能活下来，所以他就干了一件这样的事啊，估计是朗日唐巴自己的护法干的事。如往常般宁静的，朗日唐巴把孩子交还给他的上亲啊，没有只言片语。大德们呢，面对这样的事情呢，那要是一个出家人碰到这样的事情，肯定要变一变了，是吧？那现在末法时代这样的事情好像是不行的，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了，弟子肯定跑光光了，是吧？但朗日唐巴那个时候还是有人相信他，叫一个弟子虔诚的妇女照料他，虽然还有些闲言蜚语，但是估计很多人还是有信心，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人家有信心的人就相信上师可能只是慈悲收养了他们啊，并不一定去干了。有信心的人还是有，但是末法时代就很难了，所以说现在这样的考验也没有了，护法神也不这么考验上师了啊！现在人根本就经不住这样的考验啊，时代不一样了啊。但是还有别的考验，各种各样的考验都会有的啊。我们道场里不是也经历了一些考验吗？有些人经不住考验都跑了，是吧？男众我就不敢骂，说不得啊。有个大师叫说不得大师，一说就跑了，叫说不得大师。还有骂不得大师。有些人投入所有的精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追求名望声誉，名望声誉和恶名昭彰
都不过是空虚的回音。你的名誉如同诱人的海市蜃楼，能够轻易地让你走入歧途，毫不犹豫地抛弃名声，如同你把鼻涕从鼻子擤出去。第四，如何把机用于修道？在大型的集会上，某人用侮辱的话语揭露我隐藏的缺陷，恭敬地向他行礼，视他为法友，乃是菩萨的修行。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你，揭露你的隐藏的过失，你看我们谁能接受得到呢？是吧？这不容易啊。如果你想要成为佛陀真正的信徒，那么当你受到伤害是绝对不要报复，你要永远记住四种正修法，他们分别是：如果有人虐待你，不要回报与虐待；如果有人对你发怒，不要以发怒来回应；如果有人揭露你的过失，不要以揭露他的过失来回应；如果有人攻击你，不要报以攻击；如果有人批评你，挑你最敏感的痛处或愤怒地用最冒犯的语言来羞辱你，不论有多么难忍，都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修行在这个地方是不容易的。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持戒，他这样羞辱你的时候，你至少没有以牙还牙，没有以眼还眼，是吧？就像那狗咬你一口，你也咬它一口。以牙还牙没必要吧，我觉得人都没那么笨哈，但是对人就不一样了，我们呢就以牙还牙，首先要做到行为上能够安忍得住啊，就是第一步，至少不跟他对骂了，是吧？或者不跟他对打了，但是你心里面还是会不高兴，还是会生气啊，还是不舒服不畅快的，是吧？如果你能够修到心里面也能够啊，如饮甘露，就像别人赞美你一样，那你就成就了。我们现在只能做到先不以牙还牙啊，就是先不跟他一般见识啊，我们能安忍，先修安忍，就是能忍住不对骂不对打就很了不起了。但是我们还得再继续修呢，差得太远了，我们要打坐观修。打坐观修呢很重要啊！你不经历这个长期的观修呢，真的做不到。说人家正在骂你，你不对骂，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内心业习种子太深重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长期的观修。在你打坐的时候观修啊，有人骂你，那你就观修无我，观修感恩啊，感谢他的骂，能够让你修安忍。首先要感恩他成就你的安忍，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呢，就观因果啊，这是你的果报，这也是你们过去的恶缘。第三呢，观无我，那最后你再观发菩提心啊，以此因缘来成就他，以后能够度化他。那你经过这一系列的观修，观无我的时候，同时也观无他，是吧？无我无他，再观发菩提心。关到这个地方呢就够了，法务我就不需要了，明心见性呢也不需要了，你能关到这里就肯定能把所有的嗔恨心完全降服了，连根都拔了，不需要后面的法务我空心的什么明心见性的这样的见地来降服这样的烦恼啊，这样的烦恼用不上这么高的见地，人我空性和相对菩提心就够用了，绝对够用，就能把烦恼连根拔除啊，就是连心里面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恼怒怨恨。这个必须长期的修啊，道理是会讲的。你应当修持忍辱，绝对不要发怒。心里面要是生气了呢，还是不行。用正面积极的态度来承受，把它当作放下骄慢的机会，这也是可以感谢他的啊。他至少给了你一个放下骄慢的机会。透过把胜利送给他人，快乐地接受失败，来修持布施和慈悲，让其他人获胜，是所有佛教修道的特征之一。
我以前跟人家玩的时候啊，也会经常这样。你看我跟人家打球啊，或者下棋，我以前跟人家打乒乓球，即使比他打得好很多，我也会打得比较差，先让他轻视我。可能也是很久没打了吧，啊，这也不是故意打差的，一个是长时间没打，还有一个呢就是也不会用尽全力去打，看你用多少心嘛，是吧？刚开始呢都是用五六分的心思打着玩，试探试探，看看对方到底有多厉害。如果他确实打得很好，我慢慢的我就开始用心，快速的把他的东西学过来，然后马上还给他啊，他就会觉得很惊讶。一般两到三次以后，他就觉得不可思议，他还以为我不怎么会，其实我两三次就，一方面是熟悉了一下，另外一方面呢，也把他的技术学过来了，再一方面呢，我也用心打了，一次比一次用心，用心跟不用心差很远的呢，用心打，一下就好像水平提高了好几个档次啊。玩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哈。没有所谓的胜利，为什么呢？因为我开始就没有想赢他的心态，我只是想玩玩，是吧？人家向他学点东西，我其实开始也是打得不好，他打得好，我就可以向他学习。开始我没有想赢他，只是想他学习的一个心态。就打的时候就是看他怎么打的，我没有想把球打死啊。我也故意的玩一些花样哈，向他学习，看他怎么回你啊。下棋也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乱下一下啊，看看他怎么下啊，向他学习，很快就把他的东西都学会了，不知不觉他就当了我的老师，他都不知道啊，他还以为赢了我。你看，这就是修行啊，修行就是向所有的人学习，没有讲获胜的那种心态，好胜心很强的人呢就不行，是吧？你就老是提不高你的水平。有好胜心的人呢，害怕失败，你老是想赢别人的人，水平提不上去的，很难的。这真的要有很好的心态啊，你才能够快速学到东西。就像学佛法也是这样的，是吧？你像一个好的老师学习，如果你表现了你很能的样子，那人家不愿意教你的人，是不是？你明心见性了，你还找我干嘛？该干嘛干嘛去，是吧？好像你教理也通达了，修行也很好了啊，那跑到一个师傅那里去啊，跟他辩一辩啊，较量较量，你什么也学不到，人家可能都不开口跟你说话啊，你说什么人家就哦对对对对，点点头啊，然后就了此姻缘了啊。你到别人面前去显摆你有功夫了，见地很好了，修行怎么样了，人家可能是赞叹一下，哦很好很好，你就走了，你还真的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是吧？人家大德都赞叹我了，是吧？其实人家在哄你玩呢，你还不知道啊。你要到任何一个修行的面前，即使你真的比他修得很好，你都要谦虚，你就可以向别人学到东西。他总有优点的嘛，是吧？他还有长处呢，他可能有某些方面比你强，你都可以学习的嘛。不要有好胜的心啊，向所有的人学习。你看孔子就是这样的，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个话都有道理的，要向所有的人学习，没有什么我是师父你是弟弟。过去的那些佛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善财童子啊，亲近善知识都是这样的，不管对方是干什么的啊，显示什么样的身份，他都能够很谦虚的向他学习。既然上师向我推荐了这个人，这个人肯定有他特殊的长处，特别的修行的窍诀啊，他可能外边显示上好像很恶劣或者是很没有修行的样子，但是人家是装的啊，不要以为人家真的是个乞丐啊。迪诺巴就是做乞丐，人家就以为他真的是个乞丐，是吧？其实人家有大成就者你都不知道，人家都是装的，真人不露相，你们也听说过吗？是吧？那也没办法露啊，得哄你玩的哈。那大德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跟你讲那种太高的境界，这只能跟着你的境界哄着你玩玩啊。事实上有什么去获胜或失败的呢？从究竟的观点来看，赢输之间没有丝毫的差别，输啊赢啊都是你心里面的输赢啊，是吧？没有什么真正的输赢。曾经因为历史的原因，有一些
佛教的上师被虐待，被当作罪犯来对待，以及被殴打，这个都是近代发生的事情。他们没有升起嗔恨，反而祈愿一切有情众生的恶业都因为他们被恶意攻击而获得清净。如这些上师一般，当你被羞辱，祈愿你能够运用你和羞辱你的人所结下的因缘，带领他们获知解脱。你看，这是真正的菩提心，是吧？祈愿这种因缘呢，能够带领他们获得解脱。因为因缘是很重要的，是吧？菩萨们在过去生中都是这样的，碰到这样的缘分都会祈愿啊，祈愿借此因缘能够啊带领他们获得解脱，不管什么众生。我不是以前也说过吗？元音老人也说过啊，蚊子啊，要是发菩提心的，你就可以打死它，以此因缘带领他们获得解脱啊，等于说你已经把他成佛的重任呢、啊、给挑起来了，你敢打死他，你得承担责任的，是不是啊？只有承担让他成佛的责任感，增上原心，那么你就可以打死他。那你要是没这个心，最好别打啊。我以前也说过，元音老人之所以开许这种因缘呢，是有前提的啊。那有些人诽谤说啊，这样是什么时候可以杀生的啊？其实不是的啊，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杀的。要是你的嗔恨心还是很强，就不要打，打了肯定有果报的。据说呀，蚊子咬你啊，如果你要是没有一丝嗔恨心，就不会痒。如果你真的没有嗔恨心，绝对不会痒。痒是因为你有嗔恨心。这个从因果上讲是没有错的，一切唯心造嘛。你为什么会痒啊？因为你恨它，你的嗔心起来，它就痒了。啊，并不是蚊子身上的毒，一切毒啊，都是因为你第八识的有这个种子。如果你没这个种子，它是不可能结这个果的。就像你看很多大德啊，他吃毒药没事，但你凡夫一吃毒就死翘翘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个业，吃毒药都不会死，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每个人人性上还有差别啊。就像瘟疫吧，那瘟疫来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死光光啊，是不是啊？为什么有些人就不死呢？因为他的抵抗力，所谓的抵抗力强啊，不是抵抗力强，而是他的业轻一点，他就不生这个病，是吧？那瘟疫传染不到他身上，为什么呢？他没有这个业。那个SARS来的时候，空气传染，得病的人还是少数，并不所有的人都被传染了，没有这回事，是吧？空气传播那多快呀！当时在北京的人估计每个人都把SARS病毒吸进去了，但是被传染的人还是少数啊。为什么？从医学上，哦，就是他的抵抗力强。抵抗力强是因为他的心呢，他有正能量啊，或者他的业比较轻啊，恶业少啊，自然就抵抗力强啊。抵抗力强的人，善念多的人，善良的人，他抵抗力就强。恶业多的人，抵抗力肯定弱。从因果上讲，这个道理就很简单，是吧？没有什么羞辱大到让人无法忍受。如果你觉得恶毒的回应，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来唇枪舌战啊，对对方予以还击是正当的，这一定会火上加油，使双方怒上加怒，这是人们开始争斗杀害彼此的方式。谋杀和战争都仅仅是起于一个嗔恨的念头，是吧？谋杀和战争呢，就是起一个嗔恨的念头就开始了，然后生灵涂炭。当时释迦族被灭的时候，就是因为琉璃王。琉璃王小时候在释迦族啊，他是释迦族的外甥啊，一个奴婢生下来的，好像是。他的母亲是好像地位比较低贱的，他回释迦族的时候呢，就被人家轻视。小时候啊，被释迦族的人呢、啊、给羞辱了，他就怀恨在心。长大了以后就发动战争，就是一个很小的事嘛。其实世间的所有的战争啊、谋杀都是因为贪欲，因为贪念而起了嗔心啊，起了嗔心就生灵涂炭，无数的恶业都会发生，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世界上无论多大的灾难，都是因为嗔恨心。
都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引发的啊。你们没看过那个电视吗？什么一个馒头引发的惨案，就是一个小馒头嘛，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惨案啊。那个在网上很轰动的啊，比那个电影好看多了。无极嘛，有人给我汇报过，他的蚊子咬了就是不痒啊。当时他就给他念大悲咒了，念六字大明咒了，反正修了一大通这个菩提心，然后就不痒了。估计念的时候他忘记了痒了，修完以后也已经不痒了，也有可能啊。凡夫有些时候一发菩提心的时候，至少他当下就是菩萨了，有可能的啊，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我原来在一个光盘上看到有一个人得了红斑狼疮，那个故事拍下来，他后来是念阿弥陀佛，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反正白白净净的，什么毛病都没了，把它念好了，这是什么奇迹都有啊。我们在佛门里奇迹太多了。当时跟我说他的师父把他送来，他师父出家人嘛，他就得了癌症肝癌，杨老师的师傅就是挺心疼的，就准备拿钱给他治了，他说不要，治也治不好了，他就也是一句佛号念下去，他那个肝癌呀，肚子的都腹水了，他就一句佛号念，念到现在好了，完全好了。第一次见到我，我看他的气色不太好，后来我给他吃了两包药，马上就好了啊，在我这里睡了一天，后来身体好多了，又确实不一样啊，他那个意志力啊，你看什么恶业都可以把它念掉，消干净的。不要说这一点点蚊子咬一下了，这算什么？业是可以消的啊！发心发的到位了，一切都可以转，一切唯心造啊！佛法的力量是神奇的啊！其实真正的病都不是什么药治好的，药只是起的一个辅助的作用。人的病都是靠自己的免疫力，靠自己的心念养好的。人家说治病是七分养嘛，是吧？三分治嘛。特别是慢病都是靠三分治七分养，所谓的养病就是自己的心态要好啊，是吧？慢慢的就靠自己的免疫力啊，如果有好的方法的话那是最好了。师父最近帮助治癌症，这癌症有四个境界，一般西医是最低的境界了，那是乱治一通。中医的方法呢境界要高一点，但是普通的中医哈，它是用中药来治的那种方法呢还不是最高明的。更高明的是什么呢？不是用中医的那种攻克泻的办法啊，是用提高他的免疫力的办法。一般的中医还是用药嘛来对抗，中药来调他的身心，这种方法比西医强一点，但是呢还是层次不高的。我们用的方法是更高的，是彻底改变他的饮食结构，然后呢调整他的心态。还有一个更高境界的方法就是念咒念佛，比用食疗的方法还要更高。如果你能做到的话绝对能好，什么都不用，就是念一句佛号念一个咒语就能好啊。王相禄上师说过嘛，治病最高的境界就是用咒语，但你要相信念完就好。我们上师也传过嘛，大悲心咒就是治肠胃病的，你就是每天对着水一杯水念49遍，你要有信心什么病都可以治。巫师事实上是有一种方法，中国的道士啊，用那个画符念咒的办法也能治病，效果神奇的很。但是一方面是失传了，还有一方面呢是不信，不信就治不好的啊。道家的方法多了，师父都不传这些东西，什么辟谷术了，师父也学过啊，这些东西传都没用啊，你不用吃饭的哈、啊。真正的道家辟谷术可以做得到，不吃东西，水还是要喝的，那个都不算什么哈、啊，那种方法没有什么意义，那个不是修行哈、啊，那只是碰到饥荒的时候用一下，它是一种道家的方法。我们都不用，所以你们不要害怕啊！有师父有法，万一饥荒的时候就给你们传。这个法我们都有的。寂天大师说：“没有能同嗔恨相似的邪恶，没有能和忍辱相比的苦行。因此呢，绝对不要屈服于嗔恨，要忍辱。此外，要感谢羞辱你的人，因为
他们给予你一个宝贵的机会，增强你对菩提心的了解和修持。伟大的基美林巴尊者说，敌人的恶劣对待是你禅修的催化剂，你不应受到的无理斥责会向上策立你的修行，伤害你的人实际上是你的上司，挑战你的执着以嗔恨。你如何能够报答他们的仁慈？基督教里面不是说吗，人家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一下。他们只是教你应该这么做，但是他没有把道理讲清楚。你必须把这个道理真正的搞明白了以后，那个是真的可以做到的。但是普通人做不到的，那不可能做得到。那有人打你一下，你还能左脸打肿了，你觉得不对称是吧？就再打一下右脸，可能就对称了。你为了美容的原因才让他打右脸的，这是不可能的事。佛教呢，就把道理给你讲透了，告诉你无我啦，告诉你他打了你是可以消除你的业，业被消了以后，你以后就不用受苦了，是吧？至少从因果上讲，你就知道被打了以后，你如果修安忍的话，你的业障就可以消除，就可以免除以后的痛苦。观修无我的话，那就更好了，是吧？可以打掉你的傲慢、你的嗔恨、一切的恶业。特别是如果能把你的嗔恨打掉，那是再好不过了。的确，如果你缺乏勇气去面对自己隐藏的过失，你的修行不可能有太大的进展。任何帮助你看清那些过失的人或情况，不论有多么的令人不自在或令人感到羞辱，都是在帮你修行上的大忙啊。阿底峡尊者说，抨击你的隐藏过失的人是最佳的法友，揭穿你的隐藏过失的教导是最佳的教导，敌人、障碍和疾病的痛苦是最佳的激励。不会修行的话，那么敌人是最痛苦的事情，是吧？敌人伤害你，那你要伤害他，你要恐惧，然后嗔恨，然后呢下地狱。不会修行的人呢，敌人痛苦啊、疾病啊，都是让我们非常头痛的、非常不愿意接受的事情。但是呢，修行人呢，把它变成了最佳的养料，然后能够成就我们的修行啊，让我们变得没有嗔恨心，让我们变得充满了慈悲，把敌人也成了你的感恩的对象。最后呢，渡他成佛，敌人也要成佛的嘛，是吧？把敌人都渡成佛，那就没有敌人了。所谓的怨敌啊，都是我们共同成佛啊。噶当派的上师夏瓦巴曾经告诫前来见他的弟子说，我只是显露人们隐藏的缺患，如果你能够不气恼就留下，如果你无法不气恼就请离开。这个上师就是这样的，天天说弟子的过失，并且还隐藏的过失缺患，就专门挑你的毛病啊！你要是能够不生气呢，你就留下。因此呢，就世间八法而言，即使从相对的观点来看，也有许多的方法能够根除善恶好坏。你想要发生的事情和你不想要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分别啊，能够根除所谓善恶呀的分别呀、好坏的分别呀，对吧？都可以把原来认为的善和恶平掉，不再是原来所谓的善、所谓的恶。我们都是强烈的执着，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但是呢，从修行的角度来呢，善反而变成了有可能让你堕落的因，恶呢反而能够成就你修行，是吧？所谓的善，就别人对你好啊，反而让你倒霉了。为什么？溺爱孩子的人，最终都是害了孩子。你说是善吗？其实不是善呢，这就害了人了。过去的这样的电影多了，是吧？就像今天我听说有个人，一个有钱人家里的孩子，干了坏事，他母亲还要出来作证啊，他只是喝醉了酒啊，嫖娼了啊。干了坏事，犯了罪，强奸了人，然后他母亲帮他作证，他是喝醉酒嫖娼啊！你看，这样的母亲就是从小把孩子给溺爱了，到了长大了以后，这个人的业你能管得了吗？小时候都觉得哦，我的孩子好可爱哟，又很乖哟，
长大了干了坏事还要包庇他，那你到底是善还是恶呢？这个所谓的善不是变成恶了吗？啊，你不是害他吗？到底好还是坏呀？啊，这种分别都没有了。在修行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没有什么绝对的善呢，绝对的恶啊，这些都是轮回的因。从就近的观点来看，利啊、衰啊、乐啊、苦啊、毁啊、欲啊、嗔和机啊之间没有丝毫的差别，他们都是平等的，本质都是空的，没有什么本质。所谓的称赞和机会呢，都是你心里面的一个妄想，哪里有什么真实的本质呢？啊，都是你的执着。寂天大师说，由于事物缺乏真实的存在，那么有什么可以得到，什么可以失去呢？有谁向我献殷勤或荣誉？有谁轻蔑辱骂我呢？我都不存在，一些事物的本质也是空的，也是虚幻的。苦与乐从何处升起呢？是什么给我喜与忧呢？啊，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执着幻现的，哪里有什么真实的存在呢？啊，这个就从四个怪的方面讲，世间八法呀，衰损啊，衰败，还有苦、痛苦、毁灭、毁谤、毁坏你啊，积嫌你啊。我们在这四种境界里面呢，能够成长。修行人呢，他是看生生世世，不是看这一世啊。那我们生生世世积累了这么多的恶业种子在心里面，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遇到这样的痛苦，我们就会嗔恨，是吧？遇到诽谤，我们也嗔恨，啊，这都是我们八识里面的种子啊，不是外来的哈。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贪心重啊，有些人嗔心重，贪的东西还不一样啊。有些人喜欢玩鸟啊，提个鸟笼子到处转啊。有些人喜欢玩玉，有些人喜欢下棋，每个人的习气都不一样，这是与生俱来的习气啊，都是前世带来的。这个习气啊，你看从因果上讲啊，是很好观察的。每个人的你看与生俱来的习气都不一样啊，有些人喜欢音乐，有些人喜欢种田，有些人喜欢打铁，有些人喜欢练武，哎，这是习气，没办法，这是有习气的。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就爱练武啊。没事一个人跑到楼顶上去练武，没人教我练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但是后来遇到佛法以后就什么都不感兴趣了，练武也扔掉了，不练。人类是有前世带来的习气啊，嗔恨也是一样的，习气都是前世带来的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急躁脾气大，有些人又很调柔，修来的啊。既然知道这是修来的，那我们为什么不修呢？修了你把这坏脾气修掉多好啊，自己也舒服啊。菩萨呢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智慧心量慈悲是真的做到了，我们呢就是做不到，我们总是执着眼前的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计较。